哦，今天发现病了啊，一个飞碟啊飞下来，然后看这些地方的根也爆了，啊像爆炸似的根，释放出来很多小飞碟啊，然后这些飞碟切割那些转基因植物啊。然后另外一批飞碟在下面切割转基因植物的根呢，切割记好了，切割啊，切割啊，是切割啊，现在是切割啊，用切割啊。如果在人口不密集的地方，就一把大火把它烧了啊。如果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呢，就只能用切割的方法啊，用切割的方法，好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再见，再见。